我靠，爽！没有法联就是爽，爽！别秒了！老王百万光环五开刷秘境，竟惨遭灭队，这把太丢人了！刷什么副本？证明一下这个队伍的效率啊！秘境重新来一下行吗？那这个副本今天咋办呢？副本横扫主怪，十多领倒是没啥，海毛虫卡挂机飞，十多领有个变身套，来大堂直接横扫主怪，看看效率怎么样？昨天打到的主意有人500艘啊，现在大堂出手一速，十多领二速。现在无底洞马上进行收割，不飞怪也死啊！十多领，接下来看无底洞和花果山的收割，2500、2100直接飞四个怪，然后是花果山的收割，然后是五只须弥的狂轰乱炸。我操！死不死？没有一回合啊，没有一回合。差一点啊，他这只须弥速度为啥慢了呢？敏天赋要高敏没啥问题啊，我正常光环都肯定是一回合的啊。OK， 这回一回合不知道问题出现哪儿，为啥这回合快这么多啊？好像是多领暴毙的事儿啊。第一层结束，我操，我大堂数没扫出来啊，4283，好像差一点血，棒。啥狗巴垃圾，我境外保存了吧，我操，腾雷会额外消耗所有战役，兄弟们能不能给我整一个伤停捕食？下吧，乖乖睡觉。OK， 没飞出来，有面子。还好被封的是凌波。哎呦我去，扫四百！哎呦我去，扫四百！哎呦我去！看看灵符吧，501速度，2000卡伤，出奇大水。没有高敏，确实队伍里的一速。带的套装是高级感知。这个怪只怕不伤啊，我杀过秘境吗？杀呀，以前都是一回合，咱们不是研究新杀法吗？我操，别闹。别闹别闹，别一回合，别一回合啊！没事，咱们有小皮皮龙啊！别闹！说好的竞速，你在搞笑啊？伤药，这个也得算伤停捕食啊，兄弟们，这把受的是个大伤啊！别！哎，问题不大啊。说好的竞速，杀着杀着变成了难度。一回合更新到了四回合，还死了一个。下回合啊，兄弟们下场切换成正常模式了，感觉雷震的这个套路一般啊。雷震是为了给无底洞加点伤害，然后有些速度加速，有的速度有的位置加伤害。你妈的别卷了啊，别打死了，别秒了。
伤停补时，伤停补时啊！这死亡算真的死亡，就是钱少掉点儿。这号里还行，钱不多啊。接下来你等待的就是无情的报复。太无情了，兄弟们，忘记刚才的画面，接下来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急眼了啊！哎呦我操，怎么开了个风阵啊？忘了刚才的画面，重新来。今天的竞速环节喜欢吗？啊，绝对跟刚才是俩概念，兄弟们啊！这把也不管他飞不飞怪了，干就完了啊！林伯成好像还没出手，老王手动固伤点阎魔点主怪，伤害高。高音质下载版无广告，欢迎你。又开始慢了。腾雷的经脉真是狗都不点。感谢肥商的助威票啊！小月月这个时候他应该用的是单秒技能，他操小月月的操作确实比我好一点。兄弟们，秘境跟十八门派不一样，因为秘境它太扛揍了，而且还有一些输出性。咱们太注重效率的话，杀秘境反而慢了。秘境用以前的方法杀快一点。啊，秘境怪各有各的性格，要想杀得快得需要微操，比如说这个主怪啊，就要单点。我看看时间过去多久了，时间过去24分钟了，129快杀完了。